大家好啊，185508232021啊，这又有一个粉丝给爆料啊，谢谢啊，谢谢谢谢。他说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新闻所想到的啊，说侃爷您好，请查看附件中的视频，这个新闻在国内也随时可以搜到，今天。处理结果出来了，行政拘留15天，这让我有以下想法想跟您分享。这种恶劣的事件，实际都可以提起公诉了，刑事案件是肯定的，而且要多严重有多严重，但是最后行政拘留草草了之，为什么？因为地方。尽可能的，尽一切可能，不让有刑事案件。如果有了，地方领导就会受影响。所以这种事儿就这样和稀泥和稀泥啊过去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这哥们儿说的对，这个就光你往一个，你比如说你打110啊，过去我就打过啊，就是说白了吧，我也。应该说多次吧，可能没有10次啊，有个7次8次，也差不多有10次。我住在安定门的时候，住在望京的时候，住在顺义的时候，都跟人家发生过有一些磕磕碰碰啊，一些纠纷啊，这个都最后是报警处理啊，就警察来吧，有时候打架什么的啊。那么警察其实他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因为你这个报警次数多，他会把这个报警的次数。它作为你的这个治安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吧，它给你就落实到，给你量化到每一个派出所，所以实际上他们对这些事儿是很反感的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有人不就爆料啊，有人抱怨说警察不给立案，这个词儿在台湾叫吃案，台湾也有类似的啊，当然比大陆要好得多。现在吃案，把你这案子给吃了。或者有的时候根本就没立上啊，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猫腻，包括就是中国大陆这个治安体系，这个公安部、公安局他们这种公安口的这种衡量的体系，是吧？刚才那个视频我也看了啊，确实挺可恨的啊。那么说这个小粉红啊，这些粉红经常无脑、没脑子啊，吹嘘。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实际上呢，中国一点都不安全，可以排全世界倒数第几名了。不管是建筑工程质量，还是社会的戾气，对呀，建筑工程质量，去年有人给我发视频，给我爆料，那个雄安新区，那是我们老家呀，雄安新区就是那个盖那房子那钢筋，拿手一掰就断，这房子还不等着塌，你等着什么呢？对吧？戾气去年多少杀人的，对吧？辽宁大连，后来他们不高兴了啊！我说大连，他们说那小子是吉林的，开一辆奔驰还是宝马，在街上撞死了好多人吧，撞死7、8个人吧，是吧？南京新街口撞人，是吧？安徽安庆在步行街拿刀砍死7、8个都是女的，对吧？湖南郴州，是吧？那多少事儿？山西。全国有多少这种事儿，是吧？就整个一系列的嘛，哪里都不安全。然后呢，这帮人还人为的将刑事案件以行政案件，他给他降格，他这一降格就没那么严重了。哎，所以中国老是说美国犯罪率高，美国那个犯罪的门槛儿比中国低多了，在中国很多都不叫犯罪，甚至连违法都不算。在中国大陆，违法犯罪这是俩概念，城市城市城市是市，在中国有很多东西跟国际上，中国这文化，你说它邪恶，你还是说它独特，你还是说它四流不懂，反正它跟周边的文明、周边的国家，以英美国家为主体，人家能够几乎是无死角的能沟通，是吧？当然，阿拉伯另是一个体系。西方基督教是一个大的，是吧？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孤岛，
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可能今天中国还没诞生呢。中国有的那些东西，什么梅兰竹菊啊，琴棋书画呀，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文化，文化不是文明。这样刑事案件就少了。对呀，他把他那个性质给你，是吧，给你淡化了。这个我之前也多次跟人发生纠纷啊，有一些矛盾啊，也都是找警察来吧。有的时候你解决不了，中国人之间这种自组织能力，就是中国人彼此之间，两个普通人之间，或者两拨人之间自己解决纠纷，或者遇到大灾大难自己自救，是吧。你看人家美国，我记得有个老电影，那巴顿将军是吧，去打德国的时候路上那个是吧，路哎很窄，然后就这个方向过一辆军车，那个方向过一辆，特有秩序。还有在美国也看过那视频啊，是吧，加州吧，洛杉矶还是哪儿，那红信号灯红绿灯坏了，坏了人就是吧，特有秩序，这边过一辆那边过一辆，不用人来什么还指挥交通。在中国，在北京经常有那种叫什么查死了，堵着堵着车，谁都不让谁，都往中间拥，查死了，是吧。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蒋宅口红绿灯，哎，红灯的时候一窝蜂的，我们骑自行车嘛，我也不认识别人啊，很多人就骑过去了，红灯就剩我一个人，我特别孤独，哎，而且我心情也不好，对吧。明明是红灯全抢着过，就中国人你说守秩序的有几个。当然最不守秩序的是那个500个大家族，他们占着这权力不撒手，然后就捞捞捞，盘剥盘剥，是吧，压榨压榨，愚弄愚弄，蒙骗蒙骗，是吧，就是在上演这种戏码嘛。说不管是官员还是愚民啊，他们都很享受这种自欺欺人的快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清醒的人，有独立思考的人，在中国大陆你就永远你活得不痛快。看看这视频啊，哦，这个车啊真坏，你看他故意别人，是吧，这个车他故意别人，这个人受伤了，这个叫直接谋杀了吧，是吧，直接谋杀，最轻也是间接谋杀，这故意杀人罪了，故意杀人罪了啊。这个事儿发生在，我看这个地儿啊，昌平定福黄庄那边，这是8月20号。满井，满井我知道，满井就定福黄庄那边，就是回龙观，然后朱辛庄再往北，应该就定福黄庄那边，沙河那一带吧，沙河那边。过没过沙河呀，现在我不确定，反正肯定是回龙观朱辛庄再往北，北清路，可能北清路还往北了。是吧，现在他就抹稀泥了啊，也可能这个人就托人了。那中国就是这样啊，这个地儿可能归沙河交通队管，是吧。这个你比如说你看那个京藏高速吧，京藏就是从那个马甸往昌平走，然后一直往北，那叫京新还是叫京藏，京藏高速，那高速路的那个交通队原来叫中队，现在叫大队，实际上它到这边都延伸到朝阳和海淀了。但是你要在高速公路内发生的交通事故都归这个昌平那个交通大队的，现在叫交通支队的这个高速路的，高速路这个中队现在叫大队来管啊。这个在满井，满井啊是个井啊，然后有个村，现在呢修了高速公路，把这个村给它一劈两半了，应该叫东满井和西满井啊，就像那个奶子房，朝阳区那个，抱歉，朝阳区那个奶子房村啊，就在那个来广营啊，现在叫奶东和奶西啊。那村里边我认识一个王老师啊，还有比如说顺义有东海红、西海红、南法信、北法信，是吧，有什么那个前薛各庄后薛各庄，
有什么大孤营、小孤营，是吧？它分好多，哎，这个满井这边我过去也常来常往，然后呢，那附近有一个沙河交通队，我跟大家说个故事啊，这个应该是2001年、2002年，大概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开了我的切诺基的那个越野车，我把后边第二排座放平，满满当当的装满了那个燕京啤酒，那一筐一筐的，那一筐24瓶就有60多斤，还有一些大可乐呀，什么京酒啊，送货从安定门送哪儿啊？送小汤山环岛往西马路南空军小汤山的接待站，结果就应该到了北京太阳城那附近的路口，因为我装的多，车速有点快，客户着急，结果赶上一红灯，刹不住车了，把前面一个顺义人，是北小营的还是高丽营的，可能北小营那边的，给他撞了，就是把他那个后门子吧撞瘪了，然后那个排气管子给撞坏了一点，也没撞掉，他跟我要2000还是多少，我说那你这太离谱了，我给你个600-700我觉得就够意思了，你跟我要2000，你这不是讹人吗？没给他。多巧，我当时就跟做一个表演一样啊，就是撞车的表演，就在那红绿灯的边上有2个警察，后来他那警察说，交通警，他说你们俩如果能解决我们不介入，后来我说达不成协议，就把我们俩的本儿都给扣了，然后车可以开走，车没大毛病啊。后来去要我的本儿，我一就到那个沙河交通队，就在这个京昌高速的那个马路东右侧的那个有一个转盘一个桥盘上去，就在那儿，大概是个死胡同，就在那儿，我一去我就发现问题了，发现什么问题了，就在那交通队门口有2个烟摊儿，周围没有什么小区，我一看就明白了，这两个烟摊儿就是得给警察买点烟，哎，你去办事儿，然后就好处理，是吧？我是烟不抽酒不喝，我觉得我也没错啊。后来我跟那小子也解决了，我拿我的本儿，结果我一去，那交通警跟我说，你的本儿被别人拿走了。我当时我差点就发脾气啊，但是在中国我真是就忍了，因为中国规则不明显，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来欺负你，来整治你。我说我那本儿怎么，我的本儿凭什么别人拿走了，对吧？我的本儿，我的驾驶本儿让别人拿走了，你们听着这个合理吗？这说得通吗？完，我脸色也不太好看。后来那警察说，这么着吧，你那个下午再来吧，他就故意恶心你，就折腾你。我说那好吧好吧，我就到附近吃午饭。实际上我要是提前给他上那个烟摊买2盒烟，可能就当时就给了。哎，结果下午我再去啊，假模三道的在那儿抽屉里找找找啊，找着了找着了，在这儿呢，没拿走，是吧？还有那个和平里交通队也是我的客户，欠着我钱不给，也耍混蛋。为什么呢？那交通警姓王，一大胖子，借我的车去郊区玩，我第一次我也不想得罪他，就给他用了，第二次又跟我借，我给拒绝了。为什么呢？他那个交通队要不了我多少货，是吧？一个月有700-800块钱的营业额，我挣他个200块钱到头了。我这车我得天天用，因为我的卡车，我那个10412吨卡车哪儿都不让走，一走就罚钱，我只能用我的切诺基。本来我的1041卡车运一卡车，我得用我的切诺基3到5车，是吧？我增加成本，我没办法呀，对吧？后来那个欠着我点钱就不给，到最后我还跟他们还是翻脸了，还是翻脸了。翻脸之后，我找他队长才勉强给我，是吧？这种装孙子的人太多了。还有那个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就在我们蒋寨口那儿啊，那个蒋寨口那个大镜子那个王八桥过街桥的西北角也给送货呀。后来不要货了，他不要就不要。后来我再去要债，跟我说什么？说那个采购员调走了。我说采购员调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的货送到你单位，你还是个公家单位，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就换一百个人，你调走一百个人，你该给我钱也得给我钱。后来我找到他们那个，他也算个什么，还有党中央吗？致公党，有党中央，都是复制的中国共产党那个机关那么一套班子啊设置。找他们办公厅主任给他告了一状，把钱给我了。好吧，朋友们。